全在你那。完了完了。你看，这不是咱们酒店关的台子吗？怎么跑这来了？这把这叫黄金莲，黄金莲，发财的，第一次见这么大的，我也是长这么大头一回见，咱俩吃饭的钱都够了。对，没想到来这莽子就意外收获了条这么大的黄金莲。走，看其他的台子总中什么货。昨天这么大的雨，估计都被冲下来了。往下走。来，记得啊，昨天说了抓到，要坐蟒蛇就罚一周。没忘，咱们动作要快点，黄金莲要是挂了，直播就没戏了。那赶紧啊！哎哎，飞哥，抓一条。这么小，分开来养。这个没有，我的妈，钱都挂了。咦，你前去三条都挂了，剩一条不值钱的长脚鱼。哇，漂亮！哇塞，这个河鳗，河鳗，都怪你，我手机进水用不了了。小事，去左下角领一台就行。咋还能领？我看评论区都说领不到了。之前可能是没库存了，现在厂商说八月最后的夏季清库存福利放送，又拿出来一万台苹果十四 Pro Max 和5000台华为 P50 Pro， 花两三秒下载完成任务，手机不在话下。这么好的事，我可不要错过。认准我左下角链接进入，上线就看到手机领取界面，还有新人专属168红包呢。好，哎呀，说完再试。哇塞！哇，好几条！哇，冲到这里来了！13条挂掉的，总共26条。今晚这蟒蛇就把一周够鲜了，那今晚我可要解开裤腰带吃。走，回家。哎呀！等我吃饱，给你找个东家。今天奢侈一把，整条吃。好，鸡蛋留着哦。知道，你把粥包一下。好，来，粥开了，来了。蟒蛇秋白一粥来喽。不要客气，吃。谁跟你客气？我有抓的。嗯，太鲜了。那你看，完了完了，我的黄金莲，这个，请给我上水。